下一步，新中国联邦也好，还有这所有的机器链也好，包括这个数字货币啊，所有的核心，包括将来的这个政府这机构，核心就是去中心化。所谓的去中心化，就是没有人可以骗你、愚弄你，所有的事情也没有什么银行了。人说实在的，好听的别说，你的财富、你的钱，你是不是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重要？你需要有人去可以来控制吗？